家早安，这个是早上八点的马德里。我觉得马德里很神奇的是，它清晨天快要亮的时候，天空是紫色的。你刚刚很不专业，你刚刚说，我觉得马德里很不思议的是，你有发现你前面那一位今天的 dress code 吗？不可能是马德里不是。重点是明明就是 dress code， 那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穿，只有我一个人有？肚子为了完成这个 dress code， 它里面是短袖。短袖，因为我没有长袖的蓝色衣服。我再给你两句的扣打。马德里不是第一次加场吗？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这个景超不马德里的，马德里不是一个，我们不是在马德里拍的。超扯的，我们路过一台车，然后它车窗整个被打破，哎，地上全部都是碎玻璃，就是这样子偷东西的。你看里面的坐垫全部都是碎玻璃 ，Oh my gosh！ 现在我们要进行马德里到巴塞隆纳的交接仪式，我们要把公费交接过去。接下来所有的重责大任就在你们两位身上了。下一班的飞机回台湾，你们还做了手册吗？哎，你们很感人呢。如果大家迷路的话，记得上面有地址，我们住的地址在上面。我们随时会抽查这张有没有不见。你们知道这手册感人的地方在哪吗？彩色猎鹰。你们是不是怕行程太空洞，所以先把很多故事放在上面？对，地方要看。质疑的态度，我觉得不行。他们心机好重哦，他们给我用这一招哎。后面的人紧张了吧？早上九点的火车准备要前往巴塞隆纳喽。他们的火车不比较高级吗？这个外面是发生什么事？我们是要去藏王滑雪吗？欢迎来到英国首都伦敦，来到雾都。伦敦有很多雾吗？那个雨跟雾都是水吗？完全不受婴儿哭声影响的夫妻俩，这个音量很大哎。还是因为长期有小孩在旁边吵，所以耳朵的耳力下降。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了巴塞隆纳，迈出你们两个自信的步。先搞清楚东南西北，东南西北，东三门西三门，哈，北三出。闭嘴！拿到了这个十次券，是我们这三天在巴塞隆纳绝对不能掉的东西。你掉了，我们会这边是罚100欧，是我们这边罚的。肚痛压力大到今天早上6点就起床。我们等下到那个到底是哪一个车站？那我们那个车站要不要买什么车票？要买什么票到我们的民宿去？所以说，其实常常出国的人也不一定代表我们每一趟旅程都很优雅。我觉得他这个西班牙文又增加了困扰。如果你真的在那边找的是没有。方向的话，那就问人，问人是最快的。你们影片上看到的都是我们日积月累的精华。我们刚刚下车，然后有一个女的挡在门口，她就站在正中间，完全不给我们下。Ken 就在旁边 ，Hello Hello， 她完全讲都听不到，然后就一直假装要问路，问那个楼下月台的人。结果此时我就觉得我的后背包被动了，然后我就立刻转头 hey 她，然后她就 go。你是怎么的嘿？我就嘿，这么凶。对，然后还有我真的好想你。哎，不是真的太扯，因为他直接挡在路中间不让我们走。好像真的有被动过的痕迹。对，他直接摸进去，因为他一定没有料到我里面还有树泡。哎，巴塞隆纳真是扒手之都哎。因为我想说，为什么那个人挡在门口这么过分？那我觉得还好你够凶，要是你不凶的话，可能就真的就被偷，然后他就是也没有要理你的意思。反正我背包里没有值钱的东西。第一站我就震撼教育哎，还是我们在巴塞隆纳就在 Airbnb 待三天。对，我觉得这样 OK。一走出来，我觉得跟马德里整个街景还蛮不一样的，宽敞许多，然后再现代一点点。我们在等房东的同时，要练习一下西班牙的脏话。西班牙，这个西班牙，西班牙，感觉是很古老的电梯，木造手工电梯。拜拜。That one no, the other one。哎，他上去了哎。这个电梯可以当一个景点哎，很酷哎。因为我们还没有到 check in 的时间，所以我们得先放行李在 B&B 里，带了一条这个脚踏车链，把我们。8个行李全部都锁在一起，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可以就是在那边哦幸存，对，要么就大家一起不见，一起去报警，一起去申请保险，国泰旅游平安险。终于要吃今天的第一餐了，找的是 brunch and cake。这个是在巴塞隆纳有5间分店的店，这是网美餐厅，每一个东西摆盘都还蛮漂亮，而且很大份。他刚刚也是跟着走，他好像不是导游。你很棒好吗？我给你一个赞赞。好网美哦，真的好网美哦。你一定要在网美店刮胡子吗？没有，因为他这个胡子刮了之后就会到里面去啊，他也不会掉下来。你怎么受得了？他是谁啊？好网美哦！来，给我一个最网美的表情。1、2、3。
这个外面是面包吗？不可能是那种有毒那种彩色菌菇吧？你问这什么屁话？哦，所以它是一个面包碗啊。肚子痛会把这个面包碗吃完。最好吃的不是只有动看而已。恭喜你们第一关过关。对，来喽来喽，我们的导游已经拿出他的导览地图喽。我刚远远的就说这个好酷哦，肚子痛就说没错，没错，我们现在到的就是米拉之家。大概这米拉之家就是高地在帮他这个做建筑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他其实是一楼是拿来做店铺嘛，二楼其实是一个米拉他们自己要住的，然后三四五六他们是拿来打算出租出去当套房用。哦，那米拉一家人非常有钱耶。对，而且他们是包租公跟婆。包租公跟婆。然后重点是他们里面呢，它的设计特别的地方是它里面全部的楼地板的墙壁都是可以随意改的，没有拿来承重量，都是用柱子在撑的，所以里面的墙面你要格局怎样你都可以随便改。真的假的？里面没有载重墙。 对，他们没有。它那凹凸不平的墙面的那个窗户，它可能是要打造有阳光进来或是通风。哎，我们可以进去里面看吗？我们没有买票，所以我们不能进去。礼品店不用买门票就可以进去。对，那我们最主要买的呢，我自己呢就会买那个上面的烟囱的图案，很可爱，它可以拿来当胡椒罐来使用。好，高地的那个什么之家那种三件套组，大家都会买的就是冰箱贴，还有烛台的一个灯，因为它是做一种透光的，你在光照之下会有一种彩色的感觉，然后会想哦，这个是米拉之家的光。暂停一下，因为你刚刚介绍很仔细，可是你门牙卡缝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讲？那个，来，这个牙线给你好不好？我也是非常有限的团员，随身带走吧。有谁卡缝了？劳斯莱斯加二十分。加二十分。我们刚刚有帮每一队取一个团名，格莱芬多、雷文克劳、史莱哲林，然后老婆就说还有一个是劳斯莱斯。我想说，那么笃定吗？你确定吗？这个是什么水泥还是石头啊？而且很冰哎、欸，大家就以为我们是建筑系的学生。我们摸到这个高地的建筑物了。我们这次来这里的目的呢，就是这个礼品店。对，因为每一个之家卖的香槟贴的图案都不一样。香槟贴、香，你现在是酒瘾犯了是不是？香槟。因为它会有个蜡烛，你晚上点灯的时候，它那个透光下来很美。而且这个就是那刚刚的香槟贴，这个要买，现在全部人一人买一个，我会用公费付，强迫一人，大家都不用，我来付就好了。而且很多人代购这个，你也可以回去卖。我们财富自由就好了。好来，我们现在手上有100个现货，我们现在这边开放下单，前100个留言的人请下 Ariel。一整栋长这样，其实它超级大一栋哎，烟囱胡椒。妖怪来了，我觉得如果没有亲身走过这一招，我说到这个，我会觉得有点莫名。哎、欸，这要40欧哎，1000多哎，那我们还是拍拍照，帮我合理照。好，1、2、3。正式走到正门之后，其实真的是蛮壮观的。导游，请问这个建筑物几年了呢？这个建筑物呢，我不知道它几年，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它是高地呢森廷最后一个接的私人建案。做完这以后，他就专心去做他的圣家堂了。1912年盖完的啦。1912来几年？5、111。哎、啊，你不要问谁，大家都算不出来。没错，你终于算出来了。我终于找到答案了。本来分都加10分，看到烟囱了，原来在这个上面，胡椒罐烟。冲 ，Hello！ 虽然我们上不去，但我们看得到你哦。在这一栋建筑物不用花太多钱，旁边这条街才要花。我们即将来到西班牙巴塞隆纳最美的一条街道，精品一条街。老公，卡片准备好了吧？有啊，交通卡。最推荐就是买西班牙品牌，就是 Louis V， 因为它西班牙又还会再退税，又是本土品牌，所以这边是最划算的。啊，到底是什么大道？格拉西亚大道，西班牙的第五大道。数到3就解散，加油！不行，我们是团体行动，没有哦。好，就算你不逛街，也要一起走。你差一点要掌控他们的行程了吗？对，你又来了。格莱芬多扣几分？150。请问大家现在总分几分？回去请那个 Edison 帮我们记一下。逛街喽！ Yeah! 我们光一个街口走了2小时多，我是什么都没有买啦。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到底是谁买了呢？大家为宠妻魔人鼓掌一下！你该不会为了在我的影片营造宠妻魔人的形象花这个钱吧？刚买一个袋子而已啦，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可以回饭店了。可以离婚了，拿到包就离婚。对，记得拿包，要跑快跑。OK， 要正式开箱房间喽，打不开。来，行李还在，非常好。热情红的长廊，第一个房间2张。单人床，很大的床，好大哦！还有最可怕的来了，哇！哇，这大阳台是不是？这是你
一直住的亮点吗？没错，这个真的超惊喜的啦。不会开门。哇，原来是不能出去的阳台啊。他慌了，他慌了，他慌了，先把这个打开。他怕惊喜被锁住。整个惊喜原来是装饰的、啊。这个窗户开了十分钟。那个好，我去看那边怎么弄。哎、欸，这里可以开了。各位来前面剪掉。哇，总共15,000天，超便宜，一个人不到1000块一个晚上，一个晚上才5000块。你们要不要拿手机出来 check 一下？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这一趟表现到现在真的超强的，事前的资讯啊，带路啊。你不要再讲，你这样我们两组后面压力会很大。先捧他们，总共台币43,405，一个人不到2000块的 B&B， 而且走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到刚刚的精品一条街。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我好棒、喔！再来看一下另外一边是房间的部分。哦，这个是主卧，主卧双人床，我觉得也 OK 啊。这间三人房也很大，好不好？它的这种是很美式乡村风的，可是我觉得这空间也够大，你的行李箱打得开。你去这一间哦，然后嘞，你不觉得很像要按摩吗？前面都很棒，你们后面自己注意，有没有要赶快改订饭店的，快一点。刚没开箱到，这边还有一个吧台，还附赠一瓶特级老抽啊。我们刚干嘛干嘛干嘛？哎，我真的觉得有三个床不让我们睡。我跟你说，史上最过分的一件事情。前情提要，肚子跟粉红抽到最烂的房间。我真的太生气了，现在全部闭嘴哦。我们这两间房明明就是三张单人床，我就说那我们两个就再各睡一张床就好，就全部人给我安静。好坏。我没有，我笑而已。我就说，那我们可以各睡一张就好了，我们干嘛挤那？然后大家这样互看，然后。因为其中一张三人房是你的房间，你跟 Ken 的房间，那他们要加一个人，你 OK 吗？我可以啊，你守在那边，你跟我没关系。可以，你们三个男生睡，我们三个女生睡、啊，也 OK 啊。有需要一定要情侣吗？有一天分手，在这边纪念干嘛？离婚啊！我们不要啊！离婚，你们到时候看影片很尴尬啊！离婚前最后的纪念也好。友谊的小船就此翻掉，不是翻掉，整个炸掉。你先给大家看你们抽到的房间有多烂，我真的气到了，我真的觉得很痛，太哭了。我是住在储藏空间吧。而且你们的行李箱要怎么开？哎、欸，我们真的从这一趟旅行看清虫虫，哎，过分哎、欸！你们少讲，你们早就看清了，好不好？现在就是你在坚持，你老婆真的很懂事。哎、欸，我没有坚持啊。有，你刚刚说，啊、你刚吵架了，吵架了，哇，吵翻天了，呜呼！那你对，你睡这、哦，对，那你自己睡这一间，你进去关起来，拜拜。好，闹剧，闹剧结束。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跟 Ken 去睡那一间。我们两个去睡最小的那一间。对，现在你们自己去瞧。晚上6:30，精品一条街的夜景，人潮超级多，但是街道也很美。到了，到了。好，在加泰隆尼亚旁边呢，我们就会到了这条路，就是朗布拉大道，被那个 Discovery 评选为全世界13个必去的大道之一。它是西班牙版的香榭大道。最后会有很多餐厅，然后大家都不建议去吃，因为那餐厅就会比较贵，因为它骗观光客的，有些还不写价格，你之后结账才会知道有多疯。大家就是开始拍网美照了，因为虽然人很多，但是这一条街真的是蛮美的。车车姐姐要买西班牙的刮刮乐，我们刚刚说要不要把公费 show hand， 要么我们就打到回复，要么我们就在这边自产。有什么？有一个、哦、多少钱？自产自产自产，五块哦，这张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赚5块钱。下一个我们要到的地方就是他们说必来的广场，它也是在观光区，所以这边的价格也会比较是观光的价格，基本上就是一个西班牙夜市的概念。整个西班牙圣诞节真的好挤，如果你不喜欢人挤人的话，可能要避开圣诞节。就像所有的菜市场跟夜市一样，第一间都会比较贵，后面就越来越便宜。第一件事，我自己被试哦，现在开始3块了。到处都在卖生火腿，到处都有。现在看到一个神奇的东西，就是这边在卖番红花，很珍贵的药材啊。备孕跟怀孕的人都不能喝。想当初你年世兰给了我一碗端红番汤，哎，我在讲什么？番红荒塌。华妃是不是端了一碗汤给端妃？那里面就是有番红花，所以导致于端妃久久不孕。Oh. 这个就是女生和偏 gay 的男生会知道的剧情，很少有直男会知道这种剧情。我们都一起看《甄嬛传》呢，很快。
来啊，我跟他是姐妹。虫虫突然很有兴趣想要买，因为他有一个疗效是改善勃起障碍。肚子需要吗？他要买那个铁盒组。他们这里在卖的软糖看起来都会让人超想买的。我觉得可以来这边稍微走一走、逛一逛，但是应该吃不了太多东西，因为他卖的种类不多，很多重复的，但是就是可以来逛一下。我们走了大概15分钟的路程，特地来看头上这一根纪念碑。哥伦布纪念碑，我们要帮他科普一下小知识。哥伦布呢，其实并不是西班牙人，他是葡萄牙人，他是从西班牙南部出发，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从巴塞隆纳这边登陆的。哇！所以那时候在世博会的时候，就把它做了一个雕像来纪念他。我们等下会考试哦。来，什么纪念碑？哥伦布纪念碑。为什么他要建在这里？他不是西班牙人，他是葡萄牙人。我在问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登陆那个美洲，然后世博会就在这边帮他建立一个纪念碑。虽然非常简约，但是有讲到扣十分。哎，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几分？这一家是我们第一天到巴塞隆纳的晚餐，厉害的是炖饭，是不是？海鲜，说吃爆海鲜。我们刚刚学到了一个西班牙文 ，is 大便，不是另外一个。我的手机显示你是大便，他刚刚骂我你是大便，西班牙文。摸一遍，非常好。先来了一碗洋葱汤，我觉得很酷的是它里面居然有一整颗的生蛋黄，炖饭超大碗呢。这个是四人份的哦，中间这些一圈蛋菜，外面一圈蛤蟆，所以它味道蛮有层次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鲍鱼吗？我觉得蛮好吃的。他刚刚说干贝，我也觉得有一点点像。有一个食物叫做天鲍鱼的干贝。肚子痛真的很狂哎，他一个人大概吃了三人份的炖饭。我不可以浪费一粒米哦。你现在几分饱？我觉得应该有五六分。才有五六分。明天呢，我们持续的进行巴塞隆纳的 day two， 大家晚安。晚上快12点了，我们还在做功课。你们刚刚也坐在这里讨论了快两个小时。我们在细聊，我们在讲每一个时间点。我们在分门票。最后那个临时抱佛脚才是最高效率。谁教你？从以前到现在读书，我也都是这样。对啊，我们都是这样最高效率。